我们现在应该是已经进到这个，这叫安居，安居是一个区吧，是吧？安居区是属于遂宁市的。我这个估计的啊，我不知道啊，具体的我不太清楚。我估计应该是属于遂宁市的这个安居区啊。我们前面到城里面看看，到区里面看看，有没有那个吃个饭。下线有是有毛线关系，孙燕姿的是吧？天黑黑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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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贺老师，遂宁市的安居区啊。这叫梧桐南路，梧桐路啊，安居绿道。吃饭，吃饭，吃。找找，别着急，哎，咦，也找到了哈，这一家看看，早餐，早饭。看看前面。上去，你不得搭上去吗？你不然你还飞上去。